曲。吸毒性呢，可以深入到淋巴，造成更深入的痛楚。排毒。这位曾做十八的朋友，冠高手，对啊，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型男在看的。你，喂，你啊，这个茶壶到底是谁的？乱码，他碰到热血片女生，他的小孩在看卡通，他没参与啊，还没有小孩，没有啦，人在那里，人在那里，继续继续走。穿的好像去垦丁了，对啊，夏天到了。讲到夏天了，现在应该是夏天的尾巴了。很多人像我们，我今年都还没有去海边，我也还没有，我是觉得好可惜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去海边又怕一件事情，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去海边喜欢玩水嘛，对，很怕水里面怕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现在这已经是丑媳妇，我还怕不怕见风水？我怕的不是这个，我怕水里面有很多很恐怖的生物。哦，生物！我们今天的记忆大考验里面是跟海洋生物有关，非常的有趣，又可以长智慧。没错，很有兴趣哦。哎呦，来，那我们赶快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记忆大考验。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答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。炎热的夏天就想到清凉的海边消消暑，可是危险的水中生物你不能不知道，赶快一起来挑战学习呗！欢迎光临记忆大考验，我记忆你考验。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美丽的左右铭，以及我们的领导员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我们漂亮的统统。可爱的一心以及我们的昏贵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记忆大考验考的是什么呢？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要考的是危险的水中生物记忆大考验。很多生物是不可测的，我们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观念，虽然有些看起来很美丽很可爱，是，但是它是危险生物。OK， 要注意。好，对，我们就请我们的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翻牌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元昊看清楚了吗？还好，还 OK。我看，你等下翻开大概就知道。元昊队，请准备 ，Ready，Let's go。电鳗，鳗鱼，电鳗不是那一种的吗？不是。河豚，河豚啊，河豚啊，海豚，电鳗，下面下面下面，错了，珊瑚，纯，哎呦，错，不是啦，错了，是红鱼啊，到底怎么还走啊？是什么？哎，不是这个吧？我是。蓝圈章鱼，章鱼，右边，章鱼就是士林卖的章鱼。答对。竹梭鱼，错。纯。竹梭鱼，哦，这珊瑚啦。海错，海葵也不对。海葵。记不起来。海葵是不是蜡笔小新的妹妹啊？上面是火珊瑚。这个啊。鬼红。林足球的那个啦，对，电鳗，嗨，哦哦，元昊队的朋友手气又，哦，这珊瑚啦，错，海葵也不对，海葵，记不起来，海葵是蜡笔小新的妹妹啊，上面是火珊瑚，这个啊，是少林足球的那个啦，对，电鳗，嗨。你们说对，不可以用碰运气的心态，要记哈，要记，不对吗？错，不可能有两个图片哈。要命！交代两个，救命！
要记要记，其实今晚你们都看到，为什么不记要记起来啊、哦？加油加油！刚有三五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坐坐坐坐坐。第二次，我给轰，答对了，海葵，答对了，哎呦，竹梭鱼，竹梭鱼，右边右边。那个夜市卖的那个烤鱼吗？好的，纯纯是哪一个？最下面了，错错，不是，快点啦，喂，哎，错，哎呀，要记要记，不要碰运气，哎呀，答对，玉螺，竹梭鱼，答对，火珊瑚，火山珊瑚，刚是这个吗？火山瑚在哪里啊？火珊瑚答对，纯。元浩队在这一回合里面用掉的时间是2分钟27秒，有一点点长，有一点点长。在这边呢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呢，我们这最近的近海呢，有很多的生物呢，是我们以前没有的哈。那越来越多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水平线升高、地球暖化的原因呢，让很多生物呢开始向它不会出现的地方移动。然后呢，台湾称为这个蓝圈章鱼呢，就是蓝环章鱼，常出没于太平洋西岸，分布于日本到澳洲，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有毒动物之一哦。哎呦，遇到骚扰或攻击的时候，会有以毒的啄反咬。章鱼呢，它前面会有两片呢，很像哈贝冷去硬的那个板，像牙齿，那就是它的啄。哦，像它牙齿，它的嘴，它会去啃的啃东西，像兔宝宝那样。对对对对，是这个这个。下面那个。所以哦，哎，那个小朋友，你们有时候带蛙去浮潜，看到那张，哇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，千万不要去摸它、吓它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竹梭，竹梭鱼又称海狼，个性凶狠，有侵袭性，习惯呢群集出动哦。它的体长达到1.8米，外形看起来也就很凶猛，1.8公尺，很大，有力呀。但呢，竹梭上岸呢几乎都不太会动，不要轻轻的去解钩子，因为呢，它呢突然乱动的时候，牙齿很容易划破你的手指，一划破，通常都需要去缝针的。哦哟，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啦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呢，我们常常会碰到海中的这个有毒的危险的生物啦。没错，元浩队出乎意料用掉的时间比较长，2分多钟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统统队会如何呢？马上攻守交换。快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一回合，危险水中的生物记忆连连看。刚才元浩意外的时间有点长，好不好？统统队你们要加油啦！好，很好的一个突破口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请我们的元浩队准备继续翻牌。来来来。请翻牌，完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5秒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Oh my god！ 我的回头，感觉让你们进去里面翻牌好像也很危险啊。对，真的是。我说的危险的海中生物进去翻牌，出来你们感觉好像经过了一场历险。没有，刚刚在翻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生物都在动，好像要咬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节目做成完全的3D 版。以后我们能够制作出来的时候，你放心，主持人一定还是我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节目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是有点累。好，统统队，请准备。好 ，Ready。Go！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生冒水火排队，哎，不错，不错哦。上面要烟味啊！鲨鱼，厉害！下面。上面，上面，还是答对了。我欣赏你，东东，我是欣赏你。八皮鱼答对。Oh my god！ 左边，左边，差一点。右边。狮子鱼答对了。哎呦！臭臭鱼长什么样子？错。青鱼，青鱼，臭臭跟青鱼。右边，右边。旗鱼答对，上面，哎，刚刚中间，中间，这位没有带大脑出门的朋友，请你记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！臭肚鱼在哪里？东东快一点！答对，哇，都是蒙到的。东东快一点，咬开了。错，很简单啦。大脑是哪一个？答对。还敢叫我走开？答对，时间到。好厉害哦！
还不错，你们这一组真的还不错，还蛮精准的，好不好？统统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09秒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好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呢，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其实这边呢大概没，大致上没什么问题。鲨鱼是100%的是危险的生物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它是肉食性的哦。然后呢，像是这个魔鬼海胆呢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了。魔鬼海胆本名刺冠海胆，魔鬼海胆是俗名，常成群的栖息在沿海的礁石区。常常我们在退潮之后，会看到那个礁石上面有一个洞，一个洞很多，它会长它，而且会动。在台湾常出没于珊瑚礁跟浅海处。尤其以北部海域哦较常出现，它的刺很长而且有毒性，被刺中会感到激烈的疼痛，所以不是所有的海胆都可以吃，对，好不好？要小心啦。深帽水母常出没于大西洋热带海域，触摸到会造成剧痛并留下红色的鞭痕，而且呢其毒性呢可以深入到淋巴，造成更深入的痛楚。排毒，常做 SPA 的朋友，你都叫什么水母排毒的？没有啊，淋巴不是可以排毒？淋巴排毒，所以呢，如果那个毒到淋巴就很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回合。本来以为我们的海王子可以先得到很好的分数，没有，没想到反结果是我们的海公主赢了。真是意外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下去。马上进入第二回合，又到了大朋友怀念小朋友喜欢的卡通题了。只要把相关物品和卡通图片完成配对，就算答对哦。记大考验第二回合，两队听清楚了，第二回合要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卡通人物物品记忆连连看。OK， 好不好？要把它记起来。请我们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我的偶像哎！哎呦呦呦呦呦！五秒，我的偶像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怎么会有蝴蝶结啊？来，请出来。元昊队，请准备。Ready。Let's go！ 哎呀，困难，你直接答对了。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，皮卡丘，错。哎呀，不是一人，柯达是我偶像，不应该是哆啦 A 梦，一个吧？答对，铜锣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轨道车，轨道车，这个头文字 D， 是不是？头文字 D， 不是。快快快快快！你不要乱讲，害我。哎，龙猫龙猫，小魔女，小红帽啦，是小魔女，是小红帽。神奇宝贝皮卡丘，他是谁啊？是谁？四驱车，四驱车，四驱车的四驱车。刚刚那个车子下面那个，这个，你刚刚的车在哪里？车哪里？右边，右边，右下，右下，右下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对对对。错，这是阿庞最爱的那个小魔女，小红帽。错，右边，右边，四驱车，右边，对对对，答对。头文字 D 是他们开的。右边，右边，六叔，七龙珠啊。狼牙棒，哎，乱码，乱码，狼牙棒，那个是狼牙棒，狼牙棒，天空狼的，乱码，哎，这是那个啦，死亡笔记本，死亡笔记本，现在你先翻左边西餐厅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下面，左边下面，左边下面看看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嗯，啊，飞镖，火影忍者，火影忍者，飞镖，火影忍者，飞镖，火影忍者，下面的狼牙棒，是啊，要记，要记，快。飞镖，火影忍者，飞镖。哎呦，这个狼牙棒也是答对了，七龙珠，龙珠答对，这个答对，这个答对，这个答对，蛮不错的哈。没想到卡通你有涉猎，但是永宁姐可能就有一点哈，她刚恨不得翻过来是雪内尔啊，不急啊。对啊，都是这些。他的小孩在看卡通，他没参与啊。还没有小孩啊，还没有啦。你们在那里，你们在那儿。
其实呢，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的。其实现在就是时下小朋友最喜欢的卡通啦。那个茶壶到底是谁的？乱马，乱马，热水啊！他碰到热水变女生，干嘛放茶壶？应该放水啊。喂，现在元浩队用料的时间是1分46秒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马上攻守交换，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，卡通题，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，元浩队请翻牌。哎，我刚看到那个是什么？海绵宝宝纸箱。5、4、3、2、1，完了，我都没有记到。请出来，因为你们这么喜欢看中国。不要打，不要打一个，不要挡住我，我配对好了。空中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Go。空中队自创的超另类计图法。完了，我都没有记到。请出来，因为你们这么喜欢看中国。请准备 ，Ready。Go。哎呦，错。哎呦，哎呦，手术刀怪异黑杰克。没错。哎呦，哎，秦天娃娃就对了。秦天娃娃，秦天和尚在哪里？秦天和尚在。灌篮高手，篮球搭配，秦天和尚，秦天娃娃搭配。错错错。手派，郭赛答对。哎，这是下下下下，菜刀还是什么的？菜刀什么的？上面上面是上一个。哎，不是，是海绵宝宝啦。洗筷子的时候。错哟。海绵宝宝点错啊。菜刀啊。面包。面包。错。小熊维尼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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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少女战士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错，面包，是面包，不是用叉子吗？那是叉子吗？看清楚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是谁？错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中间呀，中间，都出来了哈，很简单。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有一个没翻到，有一个没翻到。上面上面，错了错了错了，那个答对，麒麟王。又是面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，我都知道了。面包超人，错。哎呦，面包超人，海绵宝宝，面包超人，答对。我们可以遮掩黑王面包，答对啦！其实这很简单，灌篮嘛，灌篮高手啊，对啊，这就是我们这种型男在看的。喂，中华一番呢？他是主演的。我对小当家有很大的疑问，是面包嘛？等一下啊，他有问题。为什么小当家每次切菜那个菜都会飞起来？哦，那是一种戏剧的效果。那个就像大侠的斗篷永远是会飘的。对，统统队在这一回用掉时间是2分07秒，有一点点差强人意。不过呢，很难说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两队成绩在伯仲之间。两队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统统队用掉时间是3分16秒。元浩队用掉的时间是4分13秒。在这边恭喜我们的统统队进入奖金通通课。比大小赢奖金，翻奖金新玩法，获胜队伍翻牌比大小，猜对一次得10000元，猜错就 game over， 运气越好奖金就越高哦。欢迎光临奖金翻翻课。是的，马上来到奖金翻翻看这个单元第一个，你们要翻哪一个？来，好，20个公格的第二排，三个，一二三，刚好中间，正中间这个位置是
选了个中间啊，一切都要从中间开始。哎呦 ，OK 啦 ，OK 啦。都会比小，对。完了以后，紧接要大要小，比大，比大，你们要猜哪一格？第四排第二个，第四排第二个。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 吗？你有 feel 吗 ？OK， 真的要吗？哇，一万块！你看，九，开玩笑，你们运气真好，真的，猜到了一个大的。我会听牌，接下来聪明的会比大。喂，小比小啦，这样不用再讨论了。到你来学，我啦，我啦，我啦，我想要二的右上角。好的，二的右上角，九比小，九比小，我也是要选这个。你跟我心有灵犀一点。没错，就是他了。不换。如果是大的话，我自己加码送给团员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翻转的数字是五，他们要猜大还是猜小呢？大，大，比五大，哪一格？就我们要找比大，哎，大，你会用上角吗？这个，对，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，这个，这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吗？差不多，对的，跟边的，到底哪一格？这个，这个，就这个。万一，万一，等一下没有的话，打你。加码送给我们。加码 ，OK 的 ，OK 的。好。喜欢就把自己送给你们了。对对对，大对不对？大大。三万块钱。哇塞！最近平小啦，又来到了一个最大的数字。小了，随便。是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它是下面一个小的嘛，来翻开。好了，我刚刚下面对对情有独钟。对对，没有十一的啦，快点啦！哇，你们现在就怕趣味了。挂上去吧，四，直接挂四了。比小对不对？比小啊，对。哇，今天很 lucky 哦。对啊，那就比大了，比大，比大了。哎呦，还是二下面。哪一个？二下面。二下面吗？好，二下面。比大，比大，弄一下中间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累计的奖金是四万块钱。二下面这个，你们要比的是大。比三大，比三大，比三，比三大，还是比三小呢？啊，三小，小要小赢哦。通通对啊，你们也太 lucky 了吧，竟然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，真的是比大比小你们说了算吗？观众朋友，你们觉得他们能够顺利闯关成功拿到十万元奖金吗？看下去就知道咯。目前可能对累积奖金是九万块钱，奖金方案现在改制之后，最高奖金十万块钱。Oh my god！ 是否他们就是九万块带回家，还是十万块全额带走呢？比大，比大，比小，随便，好不好？你们做嗨，好不好？反正九万块也是够多了嘛，比大，对不对？十万太难分，我们九万分三万。我们现在没有打开的号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格，你觉得九格里面十在哪里？你以为我们是为了钱来的吗？你们不是为了钱来的吗？是一半。比大，比大，好，来，彤彤，九跟十在哪里？哪一边？在四的旁边。四的旁边。我也觉得那一个。我也有那种感觉。翻到八，他们要比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守住了一万块钱，两位几万块钱来，正所谓愿赌服输啦，好不好？两位来宾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也非常的辛苦啦。